来玩这款游戏《兔兔乐园》，看这个风格有点像手绘的那种风格，游戏感觉就还不错啊。开始玩呗，收养第一只兔兔，它是荷兰侏儒兔啊。点击脱衣，喂，好肥哦。啊、哦，拖移到主人那边了。一个篮子，让我们打开它。点击，开始。诶，他把肥兔兔抱起来了。胡萝卜币，兔兔升级的货币啊。接下来第三个是篮子。是栅栏啊，粉色的好了，粉色看起来不好看嘞。再收养一个特特，换蓝色的好不好？这款算是一款慢节奏的游戏啊，就只重复让兔兔去给客人抱抱而已啊。篮子打开。拿大胡萝卜币喽！然后小苹果，你可以拿萝卜提升它，赚取更多的萝卜币。领取，要拿到萝卜币喽！小辣妹可以提升吗？物品不够，放置桌子。那个客人已经做好抱兔兔的预备动作了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嗯。第三个兔兔要出现嘞，哎，怎么独第七天有独家兔兔呢？第七天有独家兔兔啊，小珍。现在有三位伙伴了啊，疯狂匹配，有篮子就赶快去开宝箱吧，因为要等一分钟啊。加速尾，哇！这样我可以提升啊，去提升兔兔好了。哦，这是氪金的地方，我看到了，还有蘑菇桌子哎，这些都很可爱的。哎，这是来给妹子玩的，妹子最爱玩的，很疗愈啊。累积好多，诶，惊叹号，将糕点拖到顾客身边，好啊，哦，这样子就行了，我想知道那是图片呢，开始。我来提升一下小辣妹，可以培养吗？不行，都无法培养哎。点点点点点，我现在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玩法出现了啦。惊叹号。奢华的享受。给你，好吃吗？完美的法式薄饼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哦，一键三连。小辣妹给你，小苹果，要开始变忙了耶。
增加了好多爱心了、啊。我是不是累积到他这个爱心数量了以后就可以升级啊？啊，没有，他是拿箱子的，啊，前面没有看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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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，舒服吗？小珍，那只兔兔叫小珍。忙起来是不得了的、哦、新闻拍摄我跨不，但是你给我代币，原谅你。代币我可以买一些什么东西啊？蓝色兔兔床，这个是什么好用的东西啊？还有什么靠垫？粉色靠垫买一个好不好？嘿，再来野餐篮也可以一个啊、哦。还要买什么啊？木盘兔兔餐，这一定要有的啊。风车、花园床、洋房，哎，这样子会不会太挤啊？好像太挤了哎。嗯，先丢上来再说吧。好啦，开，哎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、哦，虽然前面有点无聊，但是没想到兔兔的玩法可以那么多啊！嘿嘿，拿去吧，丧尸，拿去吧，丧尸二号，拿去吧，丧尸三号，全都是丧尸啊！丧尸玩兔兔。我可以操作那个吗？我可以重新布局吗？嗯，布局我不会用耶。啊，在这里可以布局。我稍微排一下吧。我们要回收啊。哎呀，那个地方怎么是挡道回收的？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桌子也太大了吧！好了，完成所有任务会给你七张券。我是不是要多买一些东西啊？嗯，不够了，代币不够了。好吧，那就这样了。拿去，好玩吗？欸，这样子如果很多客人的话，那就会很刺激，满满的人呢。哦，所以他才会有可以切换场景的地方啦，只是还没有解锁而已啊。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玩左还有用右啊，其实它是连贯的场景了、啊。我现在没有解锁啊，所以客人多一点是无所谓的。这边好多客人哦，刚刚都没有理会他们。哎，我可以让兔兔移动它吗？不行，不过这个兔兔自己跑去休息了。是时候给零食啦。咚咚咚，好吃耶、yeah, 我可以买东西了。再买一个简易椅子好了，给客人坐。赶快坐啊。每天莫名其妙玩一玩，就玩好久了、欸。好，整天玩法就是这样。喜欢的话，下载玩看看的。大家拜拜。